虽然本身就有，对，要不就留大胡子，要不就在发型上有一些特质。看福格，我们闲话是说过了。福格真是一个强势的付出啊！侧面45度打板三分，这个运气成分、啊，这角度怎么找的？这球太神了！对，看国家队训练的时候，贾成在体能训练里边练的是最认真的。只要有态度，你防守起码不会太差。没错，啊、嗯。就是福格。福格打的是很兴奋。是。广州这儿有一个是古月卓，这是 CBA 出的，对，三分还是来的比较及时啊。嗯，哇，上左一右三分。不过哎、哦、这都差一点儿。对啊，张春军应该是防守犯规。嗯，这个莫泰尤纳斯他是具备这种分享球的能力啊，渗透当中分享。对，还是接着守联防，外线未果。哦，你看福格外线没有第一阶那么准了，连续往篮下扑，对，但是又打了一个二加一。双方都比较掌握的和对方抗衡的技巧。对，确实现在他要这么打张辉，张辉打。对，我在至少辽宁跟辽宁、新疆，嗯。包括北京，嗯，的时候，张建鹏肯定是第一个到场的，嗯，加对抗后撤步，嗯，后仰跳投这样可以，而且这个球是非常好核心力量啊。刚说完，嗯，后撤步，哎，是刚才投进的，嗯。那险些抢断，是，不过怎么进的？嗯。按说在三分线外大个打小个，他应该是心虚的。对呀、啊，好球、哎，漂亮，这就是比较合理。嗯，福格吸引防守都面冲他。嗯、对，来继续看调整之后，嗯，12分，还是一个简单的挡拆。对，就是山东的防守到底是在。嗯，嗯外线三分是没有能够命中。广州队继续反击，漂亮！嗯，这个基地球真是传得恰到好处，在人缝当中啊。现在是换到张春军去对位福格，是是。是张春军犯的规，对，那就。应该是这样。这一节当中啊，这个。防守的变化啊！现在广州队进攻完全还是主要依赖于福格跟汉斯布鲁两个人在对弧顶圈的一个挡拆。看这篮板落点，嗯，长篮板落点基本上就没人，对，山东没有人能传。哇！翻过头来，马上被福格投一三分。广州队的一个又是一个填坑的过程，这第三点。还一个福格的个人能力啊，打到腹地，嗯，
运动战得分25分，第三节都是在替补席上。好球，福哥，福哥，还是四分球的差距。就看什么时候发挥。嗯，漂亮，福哥。嗯，还是福哥，这个今天真的好。嗯，及时上来贴电影啊，断掉了。哎呦，厉害啊！是。就是一个节奏的变化，四格，一会儿盯人，一会儿反正就让你不适应。对，对，而且今天得说福格真是横，对，压一下节奏，福格，这一个人又是长驱直入啊，直接突到篮下制造犯规，别犯规，要犯规还送上马球线，你看。嗯，拿回一个，他歇足了，对，他体力上是完全有优势，而且他身高上有优势，对，另外一个他年轻啊，对，这年轻你歇时间长以后他能够很快进入状态，多少心里不太舒服，对，肯定是很懊恼啊。对啊，哎，这球是直接是应该是裁判怎么判罚啊，福哥也是发球受体能影响，嗯，对，哎，两罚不中，而且犯子没犯规，对，不会奔加时去吧，两罚两中，时刻四罚四中，啊，嗯，犯规防守之后再搏一下，嗯，双方一共加起来77次犯规，哇，没打进，哎，山东队反击，王汝恒冲篮下争球，嗯，为什么这球会选择冲篮下，除非是罚球5秒，对啊，那其实第二罚就是罚不中，福格啊，福格这段时间这罚球可真是好低呀，啊，跟电宇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正好是一大反差，啊，对，嗯，其实最后一球我就罚不进，球崩空而出，时间就走完了，对，嗯，这球是无效的，胡歌上罚球线，嗯，就可以不用罚进了，对，往篮板上一扔就行了，只要碰框就行，好，这样的话，嗯，经过一场漫长的比赛，最终广州证券在主场是以126-123连续两场险胜，对，战胜了山东，山东队这起表的时间再次包括这个桑尼进线的这个时间，嗯，再次产生了质疑，对，当然比分结果是不能更改，对，比分结果已经不能更改，看啊，嗯，这是回放，这是刚才，嗯，因为王汝恒走过来，裁判示意从罚，但是呢，后面可能对桑尼这个进线的，嗯，大家有提出示意，看啊，看啊，哎，桑尼先进去了，对，这怎么算，对吧？哎，好吧，这些问题留给现场的裁判员，包括比赛监督，那后面应该还会出裁判报告，对，我们也期待着比赛能够越来越精彩，是，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感谢，嗯。